老师，我真的很想认识。我觉得他很就献给哎，他真的给你很大的加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呢？你说你练了两天，我觉得你酷水跳舞的酷水有够水哎。谢谢老师。那个板水就好哎，然后这个老师的板水够有够好，配合的你做戏，然后慢慢的。走着他的台步，然后坐在那里听你唱歌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一次到位的那个感觉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然后呢，因为跳舞的关系，难免会影响唱歌，尤其在那个第一遍的副歌，的地方，就音准上就稍显不够，然后不到位了。OK， 很棒，加油，谢谢老师。今天那个 Tango， 我不太敢相信，只练了两天哦。我觉得那个你很有天分。谢谢老师。对，只是你整首歌，尤其在第一遍歌的时候，整首歌的音准稍微整个偏低了。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跳舞影响，但是是有一点是整段偏低哦，所以有点可惜。所以因为毕竟是歌唱比赛，还是以歌唱为主啊，所以之后如果有附加什么其他的表演。你千万切记，你那个唱歌本身一定要更注意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